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亚天域沙滩区域。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可以放松，亲近大自然，可以感受三亚的碧水蓝天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为大家安排了三个水上的套餐，分别是锦鳞游泳、蛟龙出海和蜻蜓点水。那大家呢，根据刚才上一轮的游戏的获胜的名依次来选择。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个是三亚海王，所以我们要选跟龙有这个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蛟龙出海。来，请获得第二名的是我们的青春泥石流队。点水和游泳，反正我水性不好。那点水。那点水吧。那点水吧。我们就蜻蜓点水吧。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了。跟我们说青蛙游泳。接下来就请大家准备出发。Let's go， 走。成员们坐上快艇出发，留意行程中带有题目线索的所见所闻。快艇回来后，成员们回答提问，每答对一题即可获得15分。刚才是体验一下还是有任务吗？当然是有任务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看就关不着，啥也没看。来，我们准备听题。第一题，刚刚带你们上摩托艇的师傅，他的帽子是什么样？劣迹光速回头术。回头看。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觉得应该像草帽那种颜色，浅卡其色。恭喜回答正确。我们的海面上一共有几个飞伞？我的印象中是有三个。是三个吗？或者是四个？因为我有观察。那就三个吧。那就三个。三个。确定不变了是吧？哎，等会儿。但是不会那么简单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四个吧，可能还有别的游客玩啊。对，要不四个，那就四个，四个吧。确定是四个喽？啊。那么很遗憾，回答错了。那正确答案是三个。哦。没事，我每次都是想太多，对不起。以为节目组被套路了。我们听着，节目组真的就这么单纯吗？节目组真的这么单纯吗？出发前，成员们分别学习一段海南方言。完成游戏后，成员重复一遍所学方言，每答对一题即可获得30分。谁先来？每一季，第一季是第一个，股票三米，股票呢，哪有米，股票不来了。这么长？太难了。不难。股票三米，股票呢，哪有米，回来了。普通话好听。股票三米，股票呢。我有3米左右力，拿5米回来了。你们加油啊！我先记住了，我先去了。出发了，我走了。好，祝你成功。加油！3米股有力。拿5米回来。我先下去吗？然后呢？哎，我去！你让我下去啊？还能往哪儿走？
好，注意听力喽。我买什么路，打不烂剑，我的打不烂烟，这两句。我记住一句，我买什么路，敢不敢烟，敢不敢打？记住吗？再来一遍，你说慢一点，听你说。最好喝的畅清。我可以慢慢的说给你听，我买什么路，打不烂剑，我的打不烂烟。这太难了。这两句话。我买什么路，我没打不烂脸。出发吧，回来我就记住了，反正我现在没记住。他有什么要领吗？一会儿老师说。你说的好简单。行了，我先去。下去吧。啊！等一下。这样会比较快一点，对不对？腰快折了！我再试一下。回答我海南话。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。古有大米，古有娘，拿我米回回来。挑战失败。哎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，成功之母，没事了。怎么样，美女？好玩吗？不行，我们自己玩站不起来。快快回答一个，还要回答问题。出发吧，回来我就记住了，反正我现在没记住。我已经忘记问题了。畅行让我身心轻盈，自由飞翔。我要飞了，再见各位。成员们在行进的飞伞上串一串珍珠项链，最终项链上每两个颜色相间的珍珠可获得三分。啊，有点高啊，我感觉。我现在可以做任务了吗？可以做了。因为是我们三个共同完成，我得先给最后面打一个死结，免得下来的时候交接的时候他把柱子弄掉，再打一个结，打了一个很大的结，应该掉不了了。哇，还要高吗？完全没有压力，一点都不害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简直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。收到。他们又要搞我，又要搞我，又啊，又要搞我，又啊，又搞我，搞我。完了，唯一个没有是黑白相间。穿成一条两种颜色相间的珍珠项链。白宇哥，黑白相间。你说什么？颜色相间。啥？颜色相间。黑
白相亲，黑白黑白，没告诉我呀，快点现在！又要搞我。黑白，没人告诉我是黑白黑白啊！咱们上来，我看你也在穿，我觉得你穿的挺好，这个不是，我没听见，我去，哇，穿这么多啊！首先第一道题，刚刚海面上一共漂浮着几个海洋球？有一边是两蓝一两紫一蓝，有一边一蓝一紫，三二五个。恭喜回答正确。刚刚海面上一共飘着几只黄色小鸭子？耶，几只来着？我刚数来着。我记得那边有两只，那边这边是一只还是两只？两个，好像是两个，那就是四只，那就是四只，四只。恭喜回答正确。刚刚岸上题板上的数学题答案是多少？什么东西？岸上的哪有题板？完全不知道。你们两个都没有注意看，我发现了。十二乘六等于七十二，没。十二乘以六啊？对，他有心小姐姐举了一个算术。72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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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2
我看都没看到，我给啥建议？好了，72，恭喜回答正确。刚刚，远方的岛，旁边有几条船？远方的岛，就在你们的正后方。秘技，光速回头术。哎，勇哥。哦，两条船，两条船，恭喜你们回答正确。你们一共回答正确了5道题。好的，恭喜我们的这一轮的任务完成。啊，太阳太大了，我要去美白护肤一下。怎么大波哥啊，好香！怎么公爹哥啊，好帅哦！怎么这么多？再说一遍，怎么大波哥啊，好香！怎么公爹哥啊，好帅！怎么大波哥啊，好香！怎么公爹哥啊，好帅！没问题，我肯定记得。加油加油！走。OK， 重复给我听。怎么 double 强？好强！怎么这么年好帅？挑战成功，哇！恭喜！我就说肯定可以完成。因为这个说的是对了，怎么打不 get？ 好帅！好香！怎么打不 get？ 好帅！
我的书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没了没了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欣赏这的风景就行了。好的，首先恭喜大家完成了各自的任务。刚刚呢，在水面上用的漂浮物，在节目结束之后，我们也会把它全部回收回来。爱护海洋环境，和大自然和谐共处，也是属于我们的畅听时光。没错。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公布我们三轮的成绩了哈。首先呢是我们的青春泥石流组，他们获得了75分。哦，太棒了。那么第二呢就是海上姐妹花组，他们获得的分数是30分。最终是我们的，最终是我们的三亚海王组获得分数最高分99分。我以为我们最少呢，不用惊讶，不用惊讶，完全没想到，不用惊讶，意想之中，这是给你们一个节目效果而已。首先恭喜第一名我们的苏瑞亚亚亚海王组合，你们将会在这里获得的是享受阿呆的畅听时光。哇哇，这真很重要哎，真的很好啊。我们的青春泥石流组合，你们将享受的是蛋黄的畅听时光。海天飞龙之后呢，成绩落后的海上姐妹花组，你们只能在太阳之下晒出你们的星星了。来一个吗？一颗就好了。我们有小星星哦，我们有三颗小星星。你要把它贴在手臂上，然后去晒出一个星星。